一盆完整的水被造造完了，你看。哎呀，他还挺聪明，他把水搁到地上，然后趴上面睡。刚才不停的跑啊，剧烈运动。木木过来喝他的洗脚水，坏得很，这小坏蛋真的是。坏女孩，默默是不是很香啊？哪边有新的飞飞盒，非要过来喝人家的洗脚水？采访一下默默，默默香不香？啊，香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很香啊！我看摸摸香不香？哎呀，香！就是丫头美女的洗脚水就是香哈！哎，你个小变态！